三峡恩主公医院成立美容医学中心，由皮肤科医师与中医师共同合作，不仅照顾民众的外在美，也借由中医治疗，由内而外照顾民众对美的需求。中医师特别介绍由韩国风行回台湾的美容针，医师用跟头发一样细的针快速地扎在脸上，利用针的刺激让皮肤循环变好，不仅能治疗痘痘，所以呢，针完之后痘痘比较没有长出来，然后呢，这个皮肤也变得比较光滑，对对对，然后整个气色比较好，就比较自信，妈妈都很高兴。这样，连丰颊、瘦脸两三次就可以看到效果。穴位的地方促进它的得气的效果，所以一般来说，对于整个脸部的拉提，还有眼袋呀、鱼尾纹这些细纹和皱纹，都是有相当的功效。但是疗效因人而异，一般来说，比较年轻、循环比较好的病人，它效果会比较好。恩主公医院美容医学中心主任王启贤表示，美容医学不仅是照顾民众的外表，也关心来求诊的每位民众内心的需求。有妇女来求诊是因为一次丈夫酒醉争执下在脸上留下了酒杯砸到的疤痕，希望借由美容医学将伤疤去除，不再提醒彼此间的旧伤。他跟他先生的部分已经原谅他先生了，而且他先生现在对他非常好，但是这个疤痕时不时的就提醒他们这件事的存在，对，所以他们就来把这个疤痕处理掉。那他做的是一个飞梭这个除疤的一个雷射，那我们经过三次的治疗之后，把他的这个疤痕都已经把它弄到看不见的状况，让他们的心理跟身体都可以真正放下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恩主公美容医学中心有宽敞明亮的空间，也有专业术后照护团队协助民众术后照护，让三鶯树地区的美容医疗更前进一步。中嘉新闻吴佩珊三峡报道。